螃蟹煮出来还是粉嘟嘟的，开吃！哇塞，把它天灵盖给揭开，它里面直接是这样整个的软壳螃蟹，这个也太爽了吧！蘸一下酱汁儿，嗯，好甜，好好吃，又是一根，哇塞！爽爽的两个大蟹腿，到底是犯了几脸门？你真狗！反正也看腻了，我帮你吃。哎呀，小气鬼，这三个蟹腿打包给你喽。谢谢老板。今天我也是吃打狗的第一天，你好，帮我打开包吧。蟹腿肉，尝味道怎么样？嗯，尝味道我天天爱，这是什么神仙美味啊？然后我不能吃。一点也不能浪费，太贵了，这个是好几千。双节宝呢？四个腿就吃饱了，剩下来给老公吃。拜拜。嗯，那个呀，到这到这，哎妈，到那点，使劲。哎呀妈，路子真干净，使劲。哎，好嘞，哎呦，哎呦，老鲜亮了，好鲜。行吧，嗯，好吃吧？嗯。这一个腿100块钱，200块钱，一个腿200，一个腿200。哎呀妈！嗯，嗯，啊，真香，那个腿儿，有点吃这个玩意儿就有点费劲。哇，哎呀，快点，嗯，哎，嗯，你要吃一个了，啊，真香，一会儿直播吃了吧，嗯，好，哎呀妈。哎呀，好嘞，姐妹拉丝，看到了吧？嗯，好吃。哇！啊！哇，太肥了，看到了吧？嗯，嗯，特别鲜，先把那腿都拆下来。咱扒开看看这里面啥样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籽吗？是它的籽吗？看看里头啥样。哇塞，这里头全是花。开。哇。感觉没有多少花，是不是？把它这个塞去掉。
这里边就全是肉了。再来一个蟹腿，沾点小料。我买这个帝王蟹吧，它不是活的，所以我感觉肉不是那么满，整体感觉没有想象的那么好。哎呀，给你，这个先放这儿，先拧个大的，好吃吗？你慢点吃啊，我这还没剥开呢你就吃完了。我剥的速度跟不上你吃的速度呀。太难剪了。哎呀妈呀，哎呀，这玩意儿要没个耐心真是吃不起，吃不嘴里啊。哎呀，谢谢。你慢点吃啊，等着我把这个8碗米那个。哎呦，手都要扎掉了。这上面的刺儿没剪，我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。你看这个刺儿这么长，这么长。你慢点吃。哎呀，太累了，今天都剪不动。你能不能让我尝一个？你又吃完了。这个我可以吃吗？可以。那我把这个吃了啊。我想吃这里面。这里面没肉啊。只有它的大腿最好吃，知道吧？把最好吃的都给你吃。看能有啥味儿？我要尝一口。蘸个酱。这里还有肉。真鲜，太好吃了。都说这个里面没肉，看一下能不能打开看一下。哎呀，真的是太扎手了。吃个这玩意好遭罪啊。哎呀，我的妈，这里面都是什么玩意儿啊，这么大一个壳，这个壳蒸鸡蛋应该会挺不错的。挺久了，这么大个就要进去了，这里面要慢慢的去塞，也不行，手算了。哎，这里这里吃一个大钳子吧，看这大钳子。哎呀妈呀，弄不开呀。我不想吃了，太累了，我表示真的是弄不动了。你还要吃吗？我吃。你想吃吗？我不想吃，蘸料给他。那就蘸料吃，那个蘸料是辣的。我弄不动，我不想吃了。我给你。你肯定也弄不动啊。这里面有。哎，不过说实话，这个肉是真鲜呀，是真好吃呀。有2个蛋。你看这个像哪个？我一个月的工资就这么给造了。关键是弄都弄不开呀，吃的太心累了。这可以办吧？我都出汗了。